开门，嘉伟要进来。在当家务的政务市场的时候，都在谈国民党的事情。
把它夹在表上。
啊，对啊，高顺姐最早啊。最早到这里的是黄高顺老师。至少最早来的各位，对，我们就要来打架，来干嘛呢？对，没有干起来，没有。颁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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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颁他每天写了很多停止访问、送案出去、干嘛干嘛的情况。管吗？管吗？你都说的让我来了。对，有你来，他都说的我来了。来，天哪，我好忙啊！手伤了，手伤了，手伤了，手伤了。对，好。受伤后。Thank you.